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2.7 到 3.0 卡池确定，星期日望归人定位曝光，黑丝成语来了。 5.2 新角色命对权，火神大世界超模冰女定位曝光，离月混池来了。元神纳塔 5.1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希诺宁已经登场，有关于 5.2 卡池的两位新角色恰斯卡、欧洛伦也已经公布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，火神马威卡、宪特拉利等角色的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 5.2 卡池新五星角色恰斯卡技能强度相关的消息了。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恰斯卡是五星风系弓箭主 C， 技能特效的话还是非常有意思的。恰斯卡低命亮点主要是在飞天距离长和深渊环境适应力强，零命是四色直伤队，且没有减抗，可以说是刚需一命，二命则是解锁队群。就目前来看，不如水龙王纳维莱特和仆人这两位版本大 C， 不过毕竟只是 B1， 具体还得看后续是否有其他改动了。而说起后续的 5.3 卡池，据说是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，也就是最近提及较多的火神马威卡和冰女茜特拉利。有关于两位角色定位相关，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火神跑图是摩托车，跑图能力据说极强，冰女则是可以后台挂冰，且能够为队伍提供强大护盾的辅助角色。简单来说就是大莱伊拉，盾比莱伊拉厚，比中离薄，根据护盾受到的攻击，还可以获得不同的增益。这么来看的话，基本上是后台盾辅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后续的 5.2 版本中，除了新活动的开外，还会有三个新地图的开启，同时还会有迷雾区域，看样子有点纳塔赫关的感觉。而 5.3 作为海灯节版本，除了每年必备的角色新皮肤外，据说第二期离月混池也会登场，就是不知道哪些角色会入混池了。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当然了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星穹铁道 2.6 版本的前瞻直播已经如期的和大家见面了，除了乱破外，沙金、黄泉、影月也即将迎来复刻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，也是很多开拓者们比较关心的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各位开拓者们比较关心的 2.7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。有关于 2.7 卡池的新角色官方已经公布，分别是星期日、望归人这两位，其中星期日是虚树童鞋，望归人是火虚无。 2.7 卡池复刻角色的话，目前来看大概率就是还没复刻的流萤、波提欧这两位角色了，毕竟黄泉、沙金已经全部登场，按照未复刻时间也差不多轮到流萤了。而说起星期日、望归人两位新角色的定位，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汇总来看，其中星期日是单体充能召唤物管，据说是为了后续 3.0 版本召唤体系做准备。不过就童鞋定位来看，星期日强度肯定是在线的，望归人是流萤超级破拐，不过相关的技能目前并未确定，据说是超级破队的队友，感兴趣的开拓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关于 3.0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也终于来了。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3.0 卡池会有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，分别是雷毁灭成女阿格利亚、智慈成女黑塔本体，其中阿格利亚据说是召唤物大 C， 而黑塔本体的话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，下图是黑塔本体，整体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位黑丝成女，看着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所以说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当然了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